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FS 不应该是，我是傅宇，我是 Sam。为什么那么慢？因为我们的同事说讲话要慢一点。对对，欢迎回到 Part Two， Part Two， 快问快答。请问最欣赏别人哪个优点？很早起，因为他早起，搞到我压力很大，所以我要逼我自己早起，所以要谢谢他，谢谢。OK， 我欣赏他就是吃得非常健康，而且非常的坚持。因为我是阿杜，坚持到底哦。绕口令。哦，是给 Sam 的吗？上网参观官方网站，网站绽放光芒，光芒万丈。绽放光芒。绽放光芒，光芒万丈。好像有点慢哦。上网参观官方网站，网站绽放光芒万丈。你们觉得有过关吗？应该不过关。请问命中最感动的事？生命中最感动的事，我觉得是妈妈把我生下来的那一刻，感动到我一出来就哭了。一直笑。请问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你最向往哪种真情？我觉得我要模仿之前建中老师说的答案，没有了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会向往的不一样。对，你这个阶段应该是说友情，因为我坐在你的隔壁。你还好，我本来要说爱情，没有。快说了！没有，我真的觉得，我觉得不论是年龄，或者是其实可能在当天，或者是那一个星期里面，你向往的东西都会不一样。真的，所以我觉得三个都是平均，都很重要的。只是说我在你不要讲废话，赶快说。没有，我真的我觉得在当下情况下不一定。好了，现在这个当下是友情，可能这两分钟里面的你就。See you。Ha ha ha.